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英联杯热刺对战布伦特福德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热刺英超联赛劲旅，目前8胜5平3负积29分，排名第四位。上轮英超迎战利兹联，主场3-0拿下对手，总算找到了之前的状态。客队布伦特福德在联赛中发挥出色，淘汰赛中他们淘汰了4支英超球队，黑马成分十足。目前各项赛事打出9胜7平、16场不败，稳定性十分惊人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1.25球，分析时间较早，变化比较大，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，请谨慎参考。本场推荐客队加1.25，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